来慰问一下家属？还不是家属，除非你甩了他，不然的话我想这小子是没有能耐跟你闹分手。不干。晚上我们还住这儿吗？你要是舍不得走的话，我们可以多住几晚。就挺温柔的，就挺稀罕的。这么急啊？我们家那个急得晚，我吃得快，还能赶回去给他做个早饭。上次那个？一直是这个，从小到大。别怪我。别怪我。婚必须要结，越快越好。决定告诉你们，我要结婚了。顾伟达，你成家了吗？快了。能接受你这个职业的，一定是个好姑娘。是个好姑娘。这位是？我们订婚了，她叫桂晓。没有胡萝卜。你不吃胡萝卜？她从小挑食，很多东西都不吃。我能只吃馅儿吗？飞机场再来一次，下次再说，太开心了，能吗？